阿萨呢？不是一个 level。哦，因为那个是妈妈爱我，就好像他儿子一样。阿萨，就是他见我的时候都会这样摸头这样子。对对。那杨子见面，你们见面要做什么？不用做什么。我就举着这个就好了，举着这个就好了，是不是？ 对， 对，你真的在抖哎，你怎么了啊？你现在心情？陪伴我每一年的暑假。你看过《家有儿女》啊？当然，真的很喜欢。如果有，如果有机会把他锁定在那个年纪，不让他长大，你会愿意吗？我什么都 OK 啊，那什么怎么了？我不大愿意。好，那你跟毛毛是有见过？哦，对，有见过，但是没有坐下来就很深的。聊人生开始会有点尴尬对吧，但我们应该会很专业的可以很顺利的把它录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手是什么意思？不能往那边看吗？不能，录节目，录节目，录节目，好。为了打破这种尴尬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。